您可知道我们的皮肤与头皮在我们洗澡时已无形中吸收了许多隐藏在水中的有害化学物质？久而久之，这将会严重损坏我们的头发及皮肤，甚至还会威胁我们的健康。来自匹兹堡大学的水化学教授在 The Nature Report Troubled Water on Tap Center for Study of Responsive Law 指出，我们的身体透过洗澡、休息和呼吸所接触的水源蒸发化学物的几率比直接饮用食水还高出100倍，而氯就是其中一种最广为人知的水源化学物质。根据科学研究显示，人体若长期吸收氯，皮肤将会受到严重损害，继而导致我们的肌肤干燥、敏感、发痒和老化。此外，还会衍生脱发、头皮屑和头皮发痒，并出现发尾开叉等现象。所以，每天都以干净无氯水来沐浴，对人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结合韩国高科技的发明 AromaSea Spa 花洒，突破了一般传统花洒的设计，它内部设有维他命 C 精华剂，这是由维他命 C 精华与熏香精油混合而成。AromaSea Spa 花洒中的除氯功能是结合最新的除氯科技方法，它采用维他命 C 还原方法，可以瞬间将氯去除，更为您提供适合美容肌肤及保养秀发的弱酸性净水，这样我们的皮肤和头发就可免于氯的侵害。除此，水中的维他命 C 对我们的皮肤有许多益处，它能同时提高肌肤的抗氧化功能，有效地避免细胞受损以及远离老化的现象。每支精华剂所含的维他命 C 就相等于3000粒柠檬的维他命 C 含量，若长期使用，肌肤就会变得更加柔滑美白，富有弹性，同时也会减少脱发问题，令头发充满光泽，更加健康。如果您觉得压力太大，精神紧张，您也可以选择具有薰衣草精油的维他命 C 精华剂，它可以舒缓您紧张的神经，放松您的心情。再加上 AromaSea Spa 花洒的水压比普通花洒高出1.5倍，所以借着水力的冲击，让您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奢侈的水疗按摩。除此之外，花洒内的远红外线能量珠可将水分子微粒化成为小水分子，更容易被皮肤吸收，以达到滋润效果。除此，透过它独特设计的三角形孔花洒所流出来的水源会更加幼细，每年可以为您节省用水量高达几万公升。而花洒上的不锈钢洒水板的独特三角形出水孔以天然瀑布撞击原理设计，将在您沐浴时产生每毫升几十万个负离子，这比天然瀑布周围所含有的负离子高出100多倍。而这些负离子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为您解除疲劳。除此之外， AromaSea Spa 花洒采用拥有高密度过滤功能的布织布，能滤除水中的杂物，让您享受更优质的干净水。 AromaSea Spa 花洒也适用于任何种类的热水器，为您省去安装上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果与 Hexagon 活水沐浴器双齐并用，还可以除去水中的重金属、沉淀物或污染物等，为您带来双重保护。 AromaSea Spa 花洒带给您充满维他命 C 和香薰疗法的沐浴享受，让您拥有更健康的肌肤、更光滑的头发。